100万美金，钱呢？都有一个贩卖异国假币的犯罪团伙，好像在本市作案。带点这个东西过境，100万美金，100万美金。张博，你可不许跟这伙人扯上什么关系。哟，你还真瞧得起我啊！这假钱做的够他妈真的。要我说，咱们就得干点上档次，那最起码托管小面咱得这样。喂。刘官，刘雷，警匪片看多了吧？雷，王爷老大，你认识？还敢拿假钱骗我？雷们老毛啊！黑是黑，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！哥得给你伏法。站住！张博太神了，太子换狸猫。高。